天在天母球场的双重赛哦，非常幸运的都能够如期来晋级。那特别在这第二场比赛呢，目前也已经非常顺利的完成了前面的五局，都没有受到下雨的影响。那义大目前呢3-1，2分的暂时领先，事实上两队的安打数是蛮接近的，义大有7支安打，在兄弟相对方面呢也有6支的安打，不过相对只有在一局上半呢攻下了1分。那双重赛第二场比赛的转播呢是由郑锦仪教练以及我蔡美玲和我们的转播团队在天母球场为大家来服务，这是我们也